其实回去过平平淡淡的日子也挺好的。祝你幸福。希望以后还能再见。出院检查说你怎么样了？怎么的？还行。还行啊？那指定没睡好。不是，你还挺沉的哈。慢点。咋这么蔫儿啊？怎么关海月一走，把你魂儿也带走了？接下来怎么打算呢？要不然我想跟着姐一块儿回去干婚庆了。真的假的呀？啊，那太好了，这就对了，拿得起得放得下。上车。咱走了啊。其实这样的生活也挺充实的，至少不用再提心吊胆了。你说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也没个家室，要不然咱俩凑凑合得了。哎妈，你可拉倒吧你！你乐意，我还不乐意呢。姐跟你开玩笑的，你可别当真。赶紧起来干活去。啊！三、二。哦。行行行。